失眠了吼。所以咱伫上大睡眠障碍失眠内底，咱甲分做有几类啦。第一类叫做短暂性的失眠，迄就是一礼拜以来，为着考试，为着要结婚啊，为着乱来哦，欢喜甲困袂去。啊那结婚了好啊，代志都无啊吼，啊是啥物社会事件啦？我即个风台水灾啦吼，啊，艰苦啊一礼拜、两礼拜吼，一礼拜以来，咱大概每一个人拢有迄款考试的经验嘛吼，有迄款事业上情绪的激动啦吼，啊，甲人冤家毋甘愿的吼，迄挺好。啊，第二种叫做短期性的失眠 （short-term insomnia），都是1到3星期的哦，1礼拜到3礼拜。啊，这当然甲拄仔咱讲迄短暂性的吼，有点重叠啦吼。因为你嘛无多讲拄仔7天啊，有时啊10天人迄边短暂性的，啊，你这是对第7天开始算吼。但是不管如何，丧偶、离婚、分手这款的开啦。哦啊，阿婆死吼，迄有的做翁真紧就死哦，阿婆真趣味。普通足个冤家，啊，正常翁仔某若一个死吼，吼，迄伤心到尾啊，怎第二死呢？足可怕！当然嘛，迄款讲再时死，因某怎7点钟后怎死？啊，因某死7点钟后伊人死，哇，迄款的吼，讲安尼生不同日啊，死要同时，我迄有啦，我捌拄过吼，迄款若无死，怎过袂去呢？吼，分手啦，吼啊，即款离婚呢，拢有即款情绪。啊，第三种类就是长期性，啊是慢性的失眠 （long term），啊是 chronic insomnia。这款的是比3礼拜较久的，这款门诊内底点都上济，因为你若3礼拜底解决，伊拢袂来找医生啊。哦，常常拄着，甚至几落年，甚至一世人。啊，这人大概拢有潜在病因啦，哦，譬如讲身躯的病啦，啊是精神的毛病啦，啊是长期巨大的压力啦，譬如讲失业啦，633跳票啦，你叫我哪会袂抄？已经抄你我呢？啊，搁去款型啦，死人型，伊拢逐项拢毋知，逐项拢甲伊无关系，连水灾嘛是你买清算。你若甲讲一定会造成啊，你气象报告若正确，恁的团队若正常，我哪会无爱清村？都、就是你甲我讲是中台嘛，中型的风台，阮咧惊啥对无？60几年，互恁山林政策安尼吞呾，树啊错了了，啊，我毋知会发生代志，毋知嘛，哦，我拢毋知，所以像即款的，吼、哦，迄是重大的压力啦，吼、哦。拄到这最近，逐工都有人自杀，我咧讲逐工哦，可怜哦。即款你若袂失眠，袂死之前拢先失眠嘛吼。所以失眠，咱嘛是用伊个性质甲分做入睡困难的、睡眠中断的，以及足早清晨真早醒起来吼。这咱拄有讲过，啊，即个啥来发生？真正讲下就是生物层面，咱生物头脑内底吼，咱中枢神经内底有一种自然的觉醒系统。Alosa system 会使调控咱身躯来中枢神经吼，啊，伊活性甲反应性，可以范围对4岁到正常刺激，甚至于恐慌，拢是这个神经系统吼，啊，一种 recessive 哦，连续性的 spectrum 或敢若光波啊，连续性的这种变化，这个系统主要就是数条路径甲数种神经传导物质吼，诶，遐传导神经元的互相作用，比如乙酰胆胺的作用啦吼。哦啊，还有组织胺的神经元的作用呢，啊，蓝斑核正肾上腺素的作用呢，啊，是黑质多巴胺神经元的作用，加还有说缝合血清素神经元的作用，还足复杂啦，你听无要紧啦吼，但是互你知影，第一种类就是人头脑内底下视丘甲部分的迄网状活化系统来引起的迄个作用，哦，迄咱的下视丘 hypothalamus 迄高足高的中枢吼。迄内底啊，咱人进化内底渐渐调整24点钟有做一个周期啦吼。啊，即内底然后所有去干扰的，该破坏拢会，这是属于生物层面。啊，有这种是心理社会层面来造成的失眠。哦，心理社会层面，哇，这就是工作压力、长期的压力、社会压力、国家的压力吼，啊，中国的压力，哦，迄实是看到迄隔壁迄派遣家定定1400几条弯，迄飞弹啊，外甲你测过来连消的吼。你看，咱拢总是压力啦吼，像这，所以咱若拄着安尼新的事，咱都爱用安眠的药物治疗。安眠药物治疗是透过 GABA A receptor 来达到伊的抑制效果。咱头脑内底吼 GABA A 的受气，哦啊，传统的治疗失眠的药啊，有用迄个说 CRA 衍生物、氯醛的衍生物，啊加 barbiturate 巴比诺酸的吼，哦啊加 benzodiazepine。
哦，苯二氮平类，哦啊，这三系统都是医疗人员伊甲你搭配，伊会看你讲，伊你用啥较拄好哦，哦，因为安眠药啊、安宁剂、镇静剂、催眠剂，甚至麻醉药，拢有爱需要使用哦。迄有人爱失眠，你搞到真系俩公的太人呢，啊，拄到迄吼，阮真正爱用安眠药，唔拿呢，佫爱用麻醉药。麻醉药就是开刀利用的啦，哦，你也看迄 Michael Jackson， 伊就是伊的医生啦，为着伊俩讲啦，前去暗夜过你伫遐排练啦，等火迄灵魂舞步吼，我迄实在是高挑啦，皆有之父嘛吼，伊迄动作够水，但是伊的排练也真好哦，排练真好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转去了哎呀困未去，困未去，佫无偌久，听讲本来是安排。一个月以后，就要展开演唱啊！我门票卖了了呢，迄门票敢若张医师最近去看迄啊歌剧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我已经看第三届啊！迄票还抢来卖呢，当然啦，一万块里面抢啦，迄拢有啦吼！我去买迄两千八的，迄在抢呢。Michael Jackson 迄嘛赶快，上上嘛是抢两三千块呢。哇！伊安尼连假呢，等于困未去，困未去，伊的迄个御用医生啦吼，讲还是好意啦。困未去哦，好啊，麻醉药啦，就是迄个麻醉利用、开刀利用迄个较强的麻醉药，讲起来甲做落啦，啊做落普通是成功哦，啊那然后即个失败，即个失败很挫起，一个美丽的生命结束，只有留予咱无限的悲哀，所以咱人的失眠是一个大问题啦。哦，伊甲口啊同款，拢总爱找专业人员好好甲你解决。辛苦病痛，谁人知？张医师知。唔忙，通过专业帮助你，让你未苦啊，让你好困。多谢你的收看和收听。